手还能互相，陌生持续多久，手脸靠近触吻的理由，余热保留记忆里的渴求，于是深刻的意外邂逅的言不由衷的理由，不要轻易再说改变的借口。我一字三字当作第一人称的微词，平静坠在心底，渐渐浮现画面的层次，代替戛然而止样子，感同身受曾经未知，开启上锁后续写故事。